谢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再看你拿。你好，我是小黑家，我是林。来，换你。我是李。我是林老虎。不要，这是我们的频道，快看，快看。哎哎，开箱我买的东西耶！滚开！被讨厌了。好，那我们来开箱吧。走开啦！走开啦！滚开！我很要拍啊，爸爸都没有拍过啊。好，那我们来开始开箱。喂，这么……好，再来，这个是我们的老虎东西。然后再来，这个是我们的。纸东西，哎，手机壳哎，用我们新手机了。哎，这会不会是买了 iPhone 11？这一箱会是什么东西呢？你们猜？苹果手机。好，来。主角来了吗？你们不是要苹果手机吗？对呀、啊。哎、欸，厂商，为什么会变苹果？好，这个是苹果手机是11，然后这个是广角和超广角两个镜头。苹果，走开！哎，掉了啊！这个是苹果11 Pro， 这有广角、超广角、圆。姐姐，不能丢给我。再来是苹果 Pro Max， 然后这个是广角、超广角和圆，这是什么啦？苹果，我的是苹果手机，不是苹果。它也是苹果11公斤呐、啊。给你。要接洗过。噔噔噔噔。不要吃苹果了！哇，拿不起来，拿不起来！这个这样打开就好了。妹妹你太暴力了，妹妹太暴力了，爸爸的新苹果手机啊！妹妹不要那么暴力，妹妹温柔点，爸爸来，爸爸来猜，爸爸来猜，不要太暴力，爸爸来猜，爸爸来猜，温柔点，妹妹。妹妹，爸爸来好不好？姐姐帮忙一下。睡觉吧，睡觉吧。爸爸的手机啊。好好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姐姐可以，可以，好。这个是苹果手机，蓝绿色，或者是沼泽绿，或者是。老板，我带红十一，我带红十一，这个很珍贵的哦，要小心。来配乐。珍贵的，我们要小心翼翼的拿，小心翼翼，小心翼翼。我会差点摔坏。小心翼翼，小心翼翼，小心翼翼。走开！哦，好亮哦！这个是我们 iPhone 的手机，苹果手机，然后它有两个镜头，一个是广角吧，然后一个是超广角。不像刚才那些苹果啦，那不是什么？哇，那苹果。好，那妹妹吃掉苹果手机。谁知道苹果手机？那我已经把一个手机拆坏了。嗯。还可以吃呢。看，只剩两颗，只剩两个苹果手机了。对啊。那爸爸可以进去一起拍吗？不行。啊，不行，好了，爸爸跟你讲，这是苹果手机呢。爸爸买便宜4000块，为什么？因为一样是那个员工价，谁帮我买的？给你猜，对，老吴。然后他是苹果员工，他在美国直接帮我订单下在台湾，
台湾的定价85折，台湾苹果公司出货，然后直接送过来。他20号那一天开卖，然后今天送到22869元。你们比较喜欢苹果吧？不喜欢，我们只喜欢 GoPro 八打6折。我喜欢苹果。好，老吴帮我买了很多东西哦。你要感谢他哦。对呀、啊，11年前去美国认识的。你就是跟妈妈去美国那。再给你看一下美国老吴帮我买过的东西，爸爸再拿一个给你们看吧。GoPro 7。真的是他买的。对。哇，好大哦！影控300mm f/2.8 手动镜头，平常呢在窗外打大关机就是用这个配备录影啦、啊。现在以前是拍照，现在就用录影。现在是 iPhone 11的夜间录影超广角，现在切换为广角。相片姐对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嗨，姐姐你好。爸爸，我去拿刀片了。